面头我们是见到一些汽车用的喇叭，当而开走这些喇叭之后呢，在箱的底层我们见到一些用石子真空包装，表面类似是茶叶包的物件。当我们打开这些石子的时候，就发现里面是一些白色的晶状物件。其后我们用初步的测试剂测试过之后呢，就怀疑是氯胺酮。当我们打开了这五箱的怀疑货物之后呢，在里面我们就总共发现了120包用伪装成茶叶包装的氯胺酮。